最专业的房地产知识都在好房网 YouTube 频道，马上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影片上架通知你。我是新北市中和区积水里，我姓石，叫石淑凤。我们这边生活机能就是交通方便，吃喝玩乐都不错。我们吃的就是在新生街啊，有很多那个摊商啊，什么小笼包也有啦，葱油饼也有，什么都有，很方便。有积水国小、积水国中，还有自强就在附近。我们还有海山国小、海山国中都在这边附近啦、啊，那属于板桥区的啊。有中原站，捷运哈也蛮方便的。像我上个礼拜我去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啊，我就从中原站坐捷运换。很方便啦、啊、我们有双和医院，还有那个板桥亚东，现在那个土城又来一家那个长庚，这样四方八达还可以。就在我们圆山路、哦、有一个那个都根，那是都根，还有那个我们新生街也有都根，对啊，像我们那个中山路二段五二三巷口，我们那一栋已经都建好的，那是小套房的。我们就说我们这些像我们这边停车场啊，也有在规划，要建房子，要把周边这些啊旧房子哈、啊，全部都大家一起来改建。我们积税里哦，说实在我办很多，我从我老公哈88年做里长，我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。啊，因为我老公就是98年回去了，所以以后就是换我做了啊，我就开始。活动有时候就一直办啦、啊、有办过哪些活动？有办元宵节，还有办中秋节、母亲节。哦，小朋友就是那个捏陶土的，就是我们有个积水活动中心，还蛮不错的。回馈哦，多少都会有啦。有时候他说：“啊，我们来办什么啊？”他就说：“哎，买一些给大家共享。人”人口越来越多，交通越来越方便。啊，发展哦，就是上班啦，啊，比如卖吃的、卖喝的都比较多，很多有可以那个，怎么赚钱的方法、赚钱的机会啦。谢谢大家，欢迎来我们积税里。订阅好房网 YouTube 频道，就能收到最新通知。